啊，按门呢、哦？哎呦，我操！在玩自己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后面我其实自己也玩了很久，后面才觉得说带一者这样子配的话是最好帮助到队友的。但是带一者的唯一的最大缺点就是其他那些支线你都不会有。那相对如果你还没有到观念很沉稳的知道该做什么事情去帮助队友的话，你的一者相对的反而会变成零作用。对，巨力的话，如果你们真的还没有到电七，我觉得是还可以用。可是到电七，我是真的不太建议巨力，真的。来走动。哎、欸，你不走动啊？我看你怎么走。好，起飞！再起飞！我以为他距离够哎，你知道吗？我在等他下去那个洞，就他每个洞都不敢下去。吸个两下人就走了，就打佣兵，打佣兵出气是不是？哎呦，闪现打心理学家是怎样？你别惊，你惊啥？我都无咧惊，你惊啥？哎、欸，好吧，真的被改掉了。你的遗产机是这一台吗？不是吧？那只心理学家为什么自己跑出去给人家打？哇，你白虎啊！你要双倒了。那佣兵的遗产机咧？哦，是那一台哦。还有没有搏命可以去救他？哇，好像来不及哎。好了，那不要救了，不要救了。对啊，就不要救了。反正带闪现的嘛，因为现在过去就已经被他那个压那个的啊。然后如果说我过去我没有搏命啊，很容易这样吸一吸，也让那个心理学家也没得走了。我要按门呢、哦，哎呦我操！啊，完了你这个！想什么，傻孩子？
还闪现快好了。Okay.